भुला देना मुझे। OK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影视道具酒瓶，它据说是用糖做的。听这声音像塑料一样，从外表看是非常像的，但仔细看也是很粗糙烂制的。你们仔细看这个酒瓶，就会发现上面其实有很多这种线条啊，还有这些气泡啊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是真的酒瓶。不过在视频里面就直接这样，你肯定是看不出来啊，对吧？那么今天小文哥我就要来体验一下拍电影到底是什么感觉。百威啤酒、青岛啤酒，还买了一个烟灰缸，这烟灰缸很逼真哦。不过你仔细摸倒是摸得出来，诶，感觉好像有点奇怪，也是可以使用的哦，一个50块，花50块钱爆一次头哦，这烟灰缸更贵哦，150块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拿这个百威啤酒试一下。为了体验更逼真的感觉呢，倒点真的啤酒，装啤酒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。现在我要开始爆头了，干杯！嘿，好疗愈哦。50块没有了哇！说真的，这蛮爽的，嘣，又是爆炸。要说痛呢，有那么一点点，而且真的蛮真实的，炸出来的感觉也和真的啤酒瓶很像的哦。特别是我在里面还放了一点啤酒。现在是这样，我有一个计划，我这里买了这种隐私雪包，想办法把这个雪包放在头上，待会儿我就叫我老婆进来帮我砸我的头，她一砸完之后，雪从这里流下来。我们看一下她什么反应。发现放在这个头发里面。藏不住，待会儿我把这个雪包放在手这里，它一扎了之后，我哎呦，你试验一下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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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还蛮结实的，扎不破，我要先弄一个口。这个雪好浓哦，一个人扎挺尴尬的，你要帮我扎，怎么扎？一会儿你就拿到去。就这种啊，接着往这里砸啊，往这里砸啊，我闭一下，哎呦，你看我对着这点砸了，使劲，都已经烤箱了，行不行？这敲不碎啊你，是不是真的哟？看使劲，哎呦。头都让你敲几个包，使劲，快点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太痛了！出血啊！啊！出血啊！不会哦！真的？怕不会哦！真的出血啊！啊！出血啊！那怎么办？凉吧！你手怎么出血啊？你嘞？黑死我！啊，黑死我！哪黑死你啊？我看到出血，黑死我！原来是血包包。你咋晓得啊？看颜色啊！你咋看得出来呢？我看着颜色就晓得不是血。没有，主要是他这个血不太真实啊！你看，像红药水一样。地下是真的有被吓到哦。出血啊！摸了一下，他就知道这血不是真的。如果血真实的话，肯定是会骗得过他的。哎呦，总之以上呢就是影视道具瓶的体验，它刚刚又没有用力敲，真的还都还蛮痛的，你一次性直接敲碎都还没这么痛。如果你们也想体验的话，你们也可以花50块来砸一次。不过这个烟灰缸就不一样，这个烟灰缸169块，我主要是想着烟灰缸真实一点。哎，好痛哦，169块没有了。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，在家里面千万不要拿真实的物品来模仿哦，这个是糖做的哦，是很脆的哟。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这里告一段落，如果你喜欢我视频，请帮我点击个关注、留言、分享。拜了个拜。